那个你叫你来过不来你不来这个我们那儿我们那儿没吵呀我们妈妈来了在我小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长得胖，一直从小长到胖噻，就是个到这些亲戚眼里都是一个财头头，都是一个笨头笨脑的感觉啊。看样子也是不容易发财的，也是不容易读书进去的，也是不容易搬进我室内的啊。然后呢，在这么多亲戚当中，我又不是一个蛮会讲话，也不是蛮活跃，也不是蛮起眼的一个，也不是发财的一个，也不是干事办事很能干的一个。我小时候都看不起我。我大一点以后，我就肯学理发，学理发会开店子。开店子以后，我觉得我自己没能力可老师一个人撑撑。我记得一次，当时我和姨妈到路上走的时候，姨妈刚才没去。他说钟红，你走的时候你站直看看他背，看你看看像么像哦。然后他觉得除了我哪个是你，我觉得他搞我。然后这些舅舅们都会觉得，当初的我就是跟那个家里当佣人当保姆的那个，到他们眼里我都是那个不起眼的无名小卒。我们